觉林菩萨在《华严经》的十林菩萨第9位，把觉林菩萨这一段呢，凡是印《地藏经》的，把觉林菩萨这个战佛的印到《地藏经》上去，什么意思呢？告诉你，地狱没有，得你觉悟，你不觉就有，你觉了没有？嗯。 而是觉林菩萨成佛的威力，遍观十方而说颂言。觉悟，就说他的心能够从他本来具足的，到他变成众生，又从众生又觉悟，又回到本位。 这叫觉林。他这十个寄送啊，一个是用这个画家啊，用画家来形容，比方，用这个画家这个心，用注颜色来比方，大家在寄送啊就知道了。譬如工画师画画的啊。 分布诸财散，虚妄取意相，大种无差别。大种中无散，散中无大种，以不离大种而由散可得。这两句都用比喻一心，一心。心呢是随着外缘变化的。那工画师。 画颜色，他的心跟颜色跟那些个画不相干，但是心画出来了，画出来画不是心，那颜色也不是心，他在分配那颜色的时候，虚妄的是假的，他的心。 跟那些个颜色不能和的，不能和到一起的。那他为什么用笔、用颜色、用画，还画出个像来？那个像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谁都知道。但是大种无差别，他那个心跟那个种子没有差别。这个大种子就是心里头，跟那些颜色里头。 没有散相可得呀，散里头画出那些颜色来，也没有大种啊。他离开大种，离开地水火风这四大种，他有哪散相可得啊？没有散相可得呀。形容我们这个心跟这些世间都入世啊，都入世啊。要说的心。 其他的相都没有了，说有的其他的相，那心就随妄了。真跟妄是不能合在一起的。心跟那些颜色、跟那画不能合在一起的。他怎么着画出来了呢？能画的跟所画的是两个不同的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众生相跟我们的真心是两回事儿啊，那怎么合在一起了？但是画，只要有颜色、有画笔、有画廊啊，那必须得有个心来指挥他画呀。拿这个做教做显现的意思。说你那性体呀，你那心呐，跟外边的境界相啊，一个相一个心，互相是交织的，我们交织的。那是一切相，又画笔了，颜色了，它无情的，你这心是有情的。 有情的跟无情的能合在一起吗？不能合在一起。那画又怎么产生的呀？只让你来产。更重要的是，离开心意识来产，心里头没有画，画里头也没有心。 心中无彩画，彩画不离心。心里头没有画，没有彩，没有眼笔，没有什么，这都没有。彩画里头也没有心呢。要离开心，有彩画可得吗？要不离于心，才有彩画。 这画出颜色呀，或画出画来，才能得得到、哦。我们讲《大乘起信论》，这彩画是心生灭，这叫心生灭门。心呢是真心，叫心真如门。在这心真如门、心舍门上头有一个字是心，心。 就是心跟外边的彩画，这彩笔一些是画廊或那画板了、画上这些个，那是景。心跟景不及，不是一个，不能相合，也不离，离开也不行，这叫不及不离。咱们经常讲不及不离，从这一字，心景啊，心跟景。 不相离，也不能合。但是除了画了，除了画是事实，这叫猜了。但是它虽然不是心，不是合，它不由心里安排，哪个重哪个颜色，哪个重哪个颜色，这是心安排的吧？没有心安排的，它能有这个猜想吗？ 画不是心呐，是手啊。画画的是手啊，手跟心又是两回事儿，手跟画又是两回事儿，没心只会手，手怎么能画？这个道理啊，让我们经常去想。 这个，比如那个惑，我们迷惑了，迷惑了所做一些错误的事儿，不论做什么事儿吧，一迷惑了所做的都是错事儿。从这还本还原，再恢复，那么修道，像你呢，就是你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 是你心念吗？是你口里念呢？心也得想，口里才能念呢。心里不想，想到别处去了，你能念阿弥陀佛吗？那阿弥陀佛又是谁呀？阿弥陀佛是谁呀？那佛说的《阿弥陀经》说，西方世界有尊佛叫阿弥陀佛，也知道了。这听佛说的呀，看《弥陀经》说的。 咱经常说108000里，这个可108000里不行吧？10万亿佛都，那可远的远了。你的心怎么能观想得到？当你念佛的时候，心里如何想？你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也没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。 阿弥陀那儿没有你的心呢，哎，不离你的心，不离你的口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那得到生极乐世界啊！这你都给联系这样观呢、啊。 这个心是生灭的，住不住的，念念牵系，有无穷无尽的那个思想，难思议，想象不出来的。他可能视线，视线一去散，而视线一散呀，个个还不相知。 咱们大家一个心，啊，一心，连诸佛根本都是一个心，各个不相知啊。那佛心咱不说了，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个心，咱们互相知吗？谁也不知道谁心想什么，各个不相知，就跟那画那色相似的，那个彩色相，红的跟蓝的，它各个相知吗？它是无情的，它怎么相知？它根本知不了的，嗯。 那这个就叫你参，就我们刚才讲的，心真如是真，心生灭是妄，这个真妄怎么能合到一起？真绝对不是妄，妄绝不是真，但是他俩可合了，因为合了才生出来这个三世间，才生出来十法界。 这个比喻是要么师说的，要么依着他起修。这是《华严经》的十行门，前头是讲十住，现在这是十行。你要修行怎么修行呢？你这样来观，往内观，观你的身间；往外观，外观一些世间，一些世界。嗯。 让你的思维观一切法无住、无相、无作。你所做的业，业业不相知，都是你心所做的，互相不相知。你这个心是真妄合的。 我们说把妄折断，来显示这个真的，折不断呢、啊，就是折不断，妄的折不断，真的显现不出来。所以要修啊，修的目的就是经常入世观，观一法的生灭，这种观的时候有两种。 一种把它分析叫洗空观，把它分析到没有了，空了，这是洗空观。还有体空观，直到这个本身就根本就没有的，当体即空。我们这心里头，反正我们经常的最障碍的。 不是断，就是常。断是断灭之间，啊，死了就没有了。可是想啊，总要活个上百年、上千年，做什么事都想着很长，想活多久，这都是不由业不由己的，不是你想怎么样，你想怎么样，你先把妄断了，妄断了就得到了，我们在起心论上讲，不生不灭，啊，与生灭合，不生不灭要跟生灭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，是真妄合嘛，啊，现在我们想折断。 遮止一些讷，断绝这个妄。有时候把俄罗斯当成是断是长，既不是断也不是长，非断非长，它横入是转，说是它真呢、是妄啊，它真妄和合，横实入是转，它一类一类的常识这样的相续，不间断的这样相续，什么流转生死，我要把它断了，不再流转了。那要靠修了，靠修了，修了就要下功夫了。彼心恒不住，无量难思议。四现一切色，个个不相知。在觉林菩萨的赞叹记中，拿这个画丝啊，来比喻心的变化，能变所变的形象。